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想深刻的检讨哦，那立即改正，先跟大家说声抱歉。那我想我有四个要反省的地方。第一，我要跟大家，不管是我的支持者以及党团的同志，我要郑重的道歉，并且改进。第二个反省，我要跟大家保证，不会再有下一次。对于未来在监督执政党，我一定会坚守岗位，并且捍卫人民的权益。第三个反省，我已经在党团自行处分，面对党团所有的处分，我一定全然接受，不会有任何的抱怨。第四个，我会勇敢面对未来执政党的滥权，并且我会正面迎击所有来自于绿营的攻击跟霸凌，我会当一个勇敢的国民党立委。以上这四点跟大家特别报告，谢谢大家给予我们的所有指正，我们一定虚心检讨。我也想问一下，就是当初昨天这样投票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？我想没有任何的理由，就是认错、改进、纠正自己。我想这也要跟大家特别说。